意思，各位同学，我们马上开始。好，因为我还在调整灯光，还有我的椅子也不对，等我一下啊。各位同学，大家好久不见啦，你们好不好啊？我们今天要来教角落生物哦，有没有觉得很兴奋？没有兴奋就算了，那我们就下课。等我一下，我调整灯光，真是不够亮。现在很注重灯光哎，要是不够亮，等一下同学会客诉。哇，好可怕，我好怕。好，我们把灯光调一下哈。好，这样应该够亮了吧？这样亮不亮啊？应该很亮了吧？有没有同学上来打招呼啊？我们有几个同学留言呢？我看看，其实我也看不到，因为呢，现在在开直播呢，我根本没时间看留言。那个，我的亲爱的同学们，不要这个时候那个发赖给我哈，也不要打电话给我，我没有办法接，也没有办法听。好，我们呢今天要来教角落生物这一本书呢，是一个版权书。好，我们现在在线的有70几位学生而已，人数那么少啊，真是的，怎么可以这样呢？人数这么少，这样子还要教吗？那我看我们下线好了。好，来，我们今天呢要教角落生物。你也知道老师一向那个直播呢，说开始就开始，我也不等人的啊。你们那个想学就学，不想学也没有关系，反正是好玩而已嘛。好，来，我们今天要教这一本书，角落生物的书。那很抱歉，这是版权图，所以我不可以把图公开，可是呢我可以教你怎么织。好，会看图嘛，好，要会看图，要会织啊。我只教一个，我只教一个，剩下的同学自己发挥啊。我们就教我最喜欢的这只白色的这只，其实我根本不知道角落生物是什么东西，我也没在看，可是我就觉得它很可爱。我们来教这一只，叫做喜洛库玛。好，我们来教这只喜洛库玛。好，喜洛库玛呢，它呢，他的故事我也搞不清楚，因为最近很夯嘛，听说很多小朋友去看影片都什么在电影院里面哭啦，好可怜哦。好，他呢这一个我们来看一下做法，在32、33页，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做法。那这里有告诉你他要用的线材，好，喜洛库玛用的线呢是这一组，好，他用的是这一组，叫做这个王巴库哈 ，Dennis 的线一号，王巴库听起来真难听，好，没事，一号12克，所以它的用量都很少，小小一颗啊，白色。可是因为这一颗线台湾没有进啊，我们代理商没有进口这一颗线，它其实就是一个30%的毛线，然后它这个毛线呢，它有用到防缩加工，所以不会缩水。那另外就是压克力70%，你要选择用棉线、用毛线都可以。如果你要用替代线的话呢，老师给你的建议呢会是用虽然台湾没有进，一颗要260可是呢我们也是可以去用，比如说你之前我为什么喜欢老师，老师有时候偶尔会教一些小东西，是因为我们平常教了太多的大东西了，那你都会手边都会剩下一些线嘛，你这剩下的线要干什么？你就来织这些东西啊，不然你要留着干什么用，对不对？然后把线用掉，不要浪费。好像这些里面的白色的线，像阿美里啊，有没有阿美里？你织毛衣剩下的线啊，白色都能用啊，这些都可以。或者你也可以用棉线，棉线呢，你可以用什么呢？好，这是它的棉线，因为它要用5号钩针吧？哎 ，no， 对，5号钩针，因为要用5号钩针，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用这个 cotton， 好 ，cotton 的棉线，这个白色也很漂亮。好，这个白色的棉线，好，这个 cotton 的棉线，那它是一颗190，好，一颗190，有90公尺长，很长哦，这可以织好多个角落生物啊，你们家就可以到处去放角落生物。好，你要用无垢棉也可以，有机棉棉线更好，好，更好，老师只能说更好，用白色的有机棉是更好。那当然啦，老师之前我们有教过什么？我们有教不断线的六角形包包，记不记得？好，我们有线上课程，那线上课程有做这个作品的同学呢，就会知道我们的线到时候一定会剩一点点。
我们用像老师用的是白色，我就可以用这个白色，剩下的我就可以直接拿来织这一个了哈。因为它的钩针要用5号，所以这个就可以织，用剩线就可以。用线量真的不多哈，用一点点就好了。好，我们现在把线拿出来哈，把你手边的线拿出来哈，用哈娜玛卡的线，像他们本身这一本书全部的用线。通通都是哈娜玛卡的线，台湾有代理商哦，这个台湾有代理商，所以呢，同学可以那个自己上网找，那要透过我们教室帮你代购也可以。好，来，我们把线拿出来，把你白色的线拿出来。等我一下，我去拿我白色的线。是因为我突然想到，对，我有白色不断线包包，还有剩下的线，我应该可以够织，结果发现我只剩这一点，哈哈，那这样是不够织的，好吧，放弃它。我的白色不断线用那个，怎么会只剩下这一点点了呢？那我们就不要用它。好，不用它，我们来换一个用。好，我找一个白色的线，你们找出来了没？你们白色的线，奇怪，为什么我直播我都看不到我自己的你们的留言啊，好奇怪，你们看得到我吗？因为我电脑不在手边，我去把电脑搬过来，等我一下，不然我看不到你们的留言。我的电脑，咻，电脑搬过来。好，本来没有打算要用电脑的，因为电脑根本不在手边啊。我看看有谁在线上。好，电脑拿过来了，线，你们的线找出来了没啊，亲爱的同学们，你们的线出来了没？都找到了没？五号钩针找好了没？五号钩针，好，把五号钩针找出来。我们今天要教这一只白色的，好，你们的五号钩针请拿出来。好，五号钩针，请你们拿出来，可以吗？好。我要把音量关掉，我才能看到同学的留话。虽然我现在真的不知道你们到底有没有在留话，我为什么看不到呢？好，破百人了啦！太小声，太小声，我都快要用吼的了，还太小声。好，那我也没办法。好，那个老师已经尽量声音放得很大了，请你们戴耳机。老师再三讲，直播音量小，画面不清楚，那不是我的问题，那个是脸书给的解析度本来就不够，它的声音开的本来就很小，请同学戴耳机听，或者是请你用电脑听，声音就会很大。好，所以不要再来讲我声音太小了，我已经都用吼的了。好，用手机不会太小声，对啊，可是为什么有人说会小声呢？小声，拜托同学啊，戴耳机听，请你们把耳机拿出来。我现在一直在没有在织的原因，是因为我在理我的线，我的线终于把它拎出来一坨了。好，我也是要去把线拎出来的哈。好，真的有破百人吗？哈，哎，真的有哎。好，7点钟，大家不要再去看什么金氏媳妇了哈。我也不知道下档了没啊，来织东西啦。好，怎么织？很简单，好，我们就直接先织身体，跟着我操作，你们就不会错。好，先织身体。环状起针6针，环状起针，好，用这个线，好，线绕手指头2圈，一圈，2圈，好了以后，把线，我把镜头拉近一点，低一点，好，镜头要拉低一点点，不然我自己都看不到我自己的手。线绕手指头2圈，做环状起针，把线捏好，转过来，钩针进。把线带进来，锁针做高度，开始织短针，有6个，1个、2个。我为什么要选这个这一支喜洛库玛是有原因的哈，3个、4个、5个、6个。因为呢，我如果再用深色的，等一下同学就说老师深色看不到，哎，你们意见很多呢。好，所以来，我们把这个6个好了以后呢，把中间。抽紧，这个已经教过很多遍了哈，老师直播教学都教过太多次的这种环状起针了，所以你们回头去看怎么起，都一样。好，好了以后它有没有引拔？有，所以请你跟第一针引拔，6、5、4、3、2、1，
跟第一针的侧半目，还有刚刚你这条半目，这个刚刚起针不是有半条线吗？把它放上来，好，跟它一起引拔。好了以后，锁针做高度，开始织正常的短针，要从六针变十二针，线放上来，继续织六针变十二针，一个。两个，这样叫第一次。好，第二个针目织两次，第三个针目织两次，第四个针目织两次，第五个针目织两次，第六个针目织两次，织完就是完了。不要看到这一针以为天大的事，天哪，我少一针没织，没有他的事哈，记得，因为这是引拔的关系，针目会倒过去，所以再回来跟你刚刚第一针的立针去引拔。好，引拔好以后，锁针继续做高度，你就可以不用再长线了哈，已经长过一圈就够了。好，十二变十八，第一针正常织，第二针做加针，一组还有六组，别忘了啊！一配加针两组，一配加针三组，一配加针四组，一配加针五组，再来一配加针六组，好，搞定！来，再引拔一次。跟立针做引拔，好，跟立针做引拔，哇，翻回去了，再弹回来，好，再勾回来，好，引拔好以后呢，再从十八变二十四，所以是什么？是先加针，好，第一针先加针，一、二，先加针，然后织两针，一针、两针，再来，我们书拿远一点。已经够让你们截图截够久了哈，你们那个这个不能再这样，可以了哈。看到刚刚该聪明的小朋友该截图的都截图了哈，图该有的图你每周都有了。好，然后再来一针加针，再来一针跟一针，再来加针，好，再来一个两个，最后一组加针。好，还有一针加一针，哎，这是第五组啊，真的讲话会忘记。好，最后一个加针，然后一针跟一针，好了以后引拔，再来跟立针引拔，你们跟着我做，现在就做。下课的时候，你的角落针就做完了。第五排不加不减针，锁针做高度，然后顺便数，请你顺便数你是不是二十四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老师用的是什么线哈？老师用的是2744 wash cotton， 好，那个是 Hanamaka 的 wash cotton 的那个白色的线。好，因为我不想用毛线，我觉得毛线有点毛毛的，那个最重要的事情是因为刚好手边有白色线嘛，我只有这个棉线，我就拿棉线用了。知不知道是哪一颗啊？你们到底知道我在讲哪一颗？就是我做的那个连续不断线六角包，老师用的是这一颗线。好，再讲一遍，老师用的是这一颗，老师用的是这一个 wash cotton 的这个棉线来织一号白色的线来织。好，那个是连续不断线六角包，它原本线是这一组，你看它有多细，那织起来包包很小，所以后来换这一组线，包包比较大。我用我织完之后，它袋子很比较轻啊，用这个棉线袋子比较轻。你用其他的线不是不可以，只是织起来可能有点重啊，你还没放东西已经重个半死了。
所以呢选材是很重要的。好，那老师这个它原版线是毛线，可是因为呢我老师手边没毛线，所以我就用棉线做也是可以的。第五段二十四针做好以后，第六段继续加针。第六段请你先勾一个锁针当立针，以后先织两针，一二，然后就做加针。记得哦，我的这组加针前面只有两个单针的，然后配加针。接下来是三针配加针，一二三，配一个加针。再来，这是第二组了，这个是第三组，三个单针配一个加针。第四组，一二三，配加针。好，再来一二三，再配一个加针。好，再来一二三，再配一个加针。好，知道这边有没有忘记，我们一开始只有几个，两个，所以第三个在哪里，在最后这一针，把第一组的最后一针补完就做完了。引拔，继续引拔，好，穿过你的立针去做引拔。好，我们已经做了第六段，第六段三十针啊，再来的七八两段都是不加不减，所以来锁针做高度三十针，一二，我们就不用再数了吧哈，三四，我们还是数一下好了，呜呼呼呼，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你看是不是刚刚好呀？好，继续引拔跟立针做引拔，这是第七段啦、啊。第七段好了以后，锁针做高度。等一下这个高度针，这个立针就是待会你要引拔的。继续织第八圈，也是不加不减针。那天在跟同学聊天，他说直播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我说对啊，当然直播很可怕，因为不容许错误，因为没得修剪啊，我们不能，又不是录影，录影还可以暂停啊，上个厕所什么的。好，可是你们看过老师课程的都知道哈，我几乎是没有在暂停的啊、哦。那个暂停的话，一定是重，因为一直在重复，想要快点把它录过去，所以把那个设备呢暂停一下，然后呢我们就赶快的把它操作过去，才能够再讲解下一段。所以老师的影片都分成很多段，好，所以尽量的让同学看到的是一镜到底哈，不太想要去剪接，因为说实话我没有时间剪接，我哪有时间做后制啊？所以呢，就请你们跟着我开始数一二三四五喽。好，数完了，东西也做完了。你看，其实你看一讲话三十针织完了，这是第八段。好。引拔，继续引拔，穿过两线的立针的两线引拔。好，第八段做完了，第九段要加三针，这个时候要加在哪儿呢？我们来看一下图。第九段，好，这是七八九，第九段是加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第十针要加针。好，所以是因为是三十针了嘛，所以等于每一个最后一针要加针。好，是以三十针，所以最后一针要加针。锁针做高度，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个就是最后一针，所以再加一次，第十针再加一次。好，再来数十，一、二、三，看到好多同学跟我说老师好，四。很开心，可是我现在没时间回你，因为在数数。七八九十，好，应该是十针吧，看一下哈，二十六八十，没错。好，再加一针。
好，我看到很多同学跟我说老师好，谢谢你们，大家好。好，我也看到我们的那个学生都有上来打招呼，好乖啊。好，谢谢你们上来打招呼，没有让我是很孤独的一个人在这边直播，然后没人看，那是很可怕的。好，最后一针再加一次，30针要加3针，所以刚好30除以3嘛，每10针加一次。好，这个就是第9段。好，第10跟第11也是不加不减，所以继续锁针做高度。第10段不加不减针有33针，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要织33针，这有点实在是给他小无聊。好，这一进到底的直播是很可怕的，因为呢不容许错误，织错就尴尬啦。好，我现在织的是那一只那个叫做喜洛库玛的身体。好，它的身体主体，其实这个角落生物这一本里面的大部分的所有的玩偶的主体都是这样做。那一只喜，那这我现在织的这个只喜洛库玛，还有另外一只叫做 Baking 是什么？白熊吗？我也不知道那什么东西啊。那一只还有另外一只叫什么？东卡兹是谁啊？还有一只叫什么 ？Neko， 还有一只 Neko， 好，还有一只叫什么 ？Tokake 也是哈。这几只通通都是这个主体。我念了半天的日文，我都不知道我在念什么，因为我也不认识这些动物，我也没在看角落生物。好，再一次，33针，再一次。所以我没看电影。好，听说小朋友很火红的一部角落生物电影，今年暑假上档，蛮多小朋友去看的哈。听说蛮多小朋友看的，听说很感人。好，我也不知道故事是什么，可是我只觉得这个角落生物挺可爱的。你们看到老师的指甲也是角落生物，你们看到我的指甲也是角落生物，很可爱吧？对，只有我才会去做这个角落生物的指甲，你们没有。哦。对，我有你没有，有本事你也做一个来拍照我看看啊。好，来，我们这个第11段快织完了。好，11段很简单，总共只有19段，你看我名字到11了。这个是第11段。好，哎呦哎呀，哎呦，好了，引拔，继续引拔。引拔来，来锁针做高度。炸虾，炸猪排哦。好，我这只是炸猪排啊，我这只不知道叫什么，喜洛库玛是什么东西啊。好，其实我根本看不出来，他们说什么跟看出来谁是鲸鱼谁是恐龙，我其实也看不出来。我手上是什么？我只知道这只看起来像白熊，这只像看起来像恐龙，恐龙抱着一只鱼啊，是不是？我更不知道 我做的是什么。来，33针，第12排也要加3针，第12排那就很简单啦。我们来看看它要怎么加。那因为这一只是白色的，所以呢，记得它整只都是白色的。好，它的本体。身体、手跟脚全部都白色，所以你没有配色的问题，比较简单，就照着织就好。我们来看一下刚刚已经第9排加3针了嘛，第12排哈，我们要来再加3针。第12排在哪里？第10、11、12排在这里。哦，你看也是一样，33针，所以是什么？每一个的最后一针，所以在第11针的时候再加一次针。老师教的是白熊，我这只叫白熊哦。好，我这只是白熊。1 2 3，哦，依琳在线上，来，依琳乖，记得去那个救国团拿回你的月刊哦，我今天才放去救国团，你赶快去把你的7月号月刊拿回，然后赶快进社团去念你的7月号，去念说。好，他等一下说，我要下线了，被老师点名了。2 4 6 8 10，第11针。好，你看好，同学这边教一个诀窍，有的时候你织一织，你把钩针拿起来了，你放回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天哪，我到底是这样放，我还是这样放，
很简单，你看哪一个会动，会动的线在前方，好，这个线会动，所以它在前方，好，会动的线在前方，这样就没错了。好，第十一针再加两针，一针两针，好，再来数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第十一针两次，一次两次，好，最后一组，被我点名到的同学自己知道我在叫谁，还有一个云溪，你的线也在救国团了，记得赶快去拿。好，老师今天有特别跑过去把东西放在柜台了，好，拜托拜托拜托他们的柜台人员帮我把东西交给你们。最后一针再一次，好，硬吧，这样这一个这一排就做完了，36排做完了，36针做完了，这是第12排，我们现在要织13跟14，不加针不减针也是36针，第一针锁针做高度，然后开始数，其实让你数的原因是因为你可以确认一下你到底有没有加针，有没有做错，所以我们数针数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生气出不来，15 6 7 9，应该还剩六针吧，1 2 3 4 5 6，没错，好，我们所以我们的针数是对的，好，针数是对的，那不加针不减针36针要两次，所以这样是第一次，所以引拔好以后同样的针数请你再一次，第14行再一次锁针做高度，来开始减针，一二，没有减针，还要再一次哦，减针是下一排，这是第14排，第14排还是36针哦，哈，第14排是36针，请同学跟着我，请你跟我这样做，诶，这好像是救国团的那个团康游戏嘛，对不对，请你跟我这样做，什么拍拍手呀，拍拍头，拍拍脚呀，拍拍手，是不是这样念的、啊、我都忘了，好，我天哪，我已经离我的少女时代已经离得很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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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好，天哪，可是呢我还是很爱玩，我们要保有赤子之心，我们要做一个有保有赤子之心的大人老人啊，天哪，我们是年过半百的老人，好，这会儿要是晕倒在路上，等一下明天报纸出来就是那个某某某某某那个老妪鹿岛，天哪，好，这些史记者可爱可恶的孩子写的实在是太可怕了，来引拔，好，第14行36针做完以后，我们进入第15段，第15段开始15 16 17 18 19每段都要减6针，所以呢它就是分散减针，好，我们先来看第15段，第15段的减针是先1 2 3 4减针，好，来锁针做高度，来先织4针，1 2 3 4，为什么是4针以后做减针，你总共36针嘛，那是不是6针一组，所以当然是什么4针正常，然后呢最后2针呢减针，看到没，这就是减针，再一次啊，1 2 3 4做减针咯，下去把线带进来，做一个未完成的短针，隔壁再一次把线带进来，未完成的短针，一起织，这就是减针，哦，一已经减两次了嘛，哈，二
三、四，老师，你晕倒，就先报警处理一下。哎呀，谁要抱我呀？是不是？一二三，嗨，我现在知道哪里了。四哈，对，好，没关系，反正我晕倒，我什么都不知道。哦，讲到晕倒很可怕哎、欸，老师最近的进度会比较慢的原因，是因为真的前一阵子晕倒了。应该这样讲吧，濒临晕倒的前一秒钟，我用手去撑墙壁，所以让自己没有栽下去。下场就是两只手腕，这两只手腕直接让撑墙壁的结果，这边两边受伤，很惨，痛得半死啊！做复健做好久。这个，所以大家年纪大了要小心一点。哎，这是没治好，来退回来，你看这个线没有弄好，所以我们把它退回来。哦，看清楚，一二三四，好，线要干干净净的哈，减针，好，再一次，三四，好，再一个减针，是不是？好，继续引拔，这就是第十五段，好。第十五段好了之后呢，老师就觉得这个是粉红色的钩针看得腻了，决定换一支。其实我个人比较喜欢可乐牌的钩针，可乐牌的钩针的柄比较宽，抓起来比较舒服。第十五排好了，第十六排来，第十六排是先两针就碰到减针了，因为它要做分散减针，锁针做高度，来一二做减针。好，再过来是几呀、啊？刚刚是四嘛，所以现在一定是三呢、啊。一、二、三，减针第二次。一、二、三，减针第三次。一、二、三，再一个减针。一。二三，好，再一个减针，好，再来一二三，减针，好，我们刚刚一开始是不是只有这两针就碰减针，别人都是三针，只有他是两针，为什么？因为最后一针在这里，他把第一针跟二三针拆开来做，这样才能做到分散的效果。你不要都一在同一个位置去做减针，这样它会有个很明显的那个减针线条，不好看。好，引拔，引拔好以后，十五完了以后，十四也完了，讲错了，十五完了，十六完了，现在是十七，十五、十六、十七，第十七排是先减针，然后两针正常来，先减针，第一针做未完成，第二针。做好以后一起织，先减针然后织正常的两针一次，再来减针正常的两次了，再来减针，再来正常的两次，好，再来减针，好，正常的两次，一次两次，再来正常的减针，哎咻，好，两次，一个，两个，还没完了，最后一个了，来正常的减针，好，减针正常减，然后正常的两针，一针，我在讲什么东西？好，总之就是先减针，然后织正常的两针，好，这一排好了之后呢，一咻引拔，好，拨一下。一咻一咻一咻穿过去就好了，哎呦哎呀，哎呦，好了好了之后呢，还剩最后两行，请同学等我一下，老师去拿棉花，棉花，棉花找出来，棉花棉花满天下，好，让老师喝口水。好，我们看看谁在线上。
其实我现在一身汗，因为开着那个灯把我热死了，就在我的头前面一盏大灯，好热。好，豹纹，对呀、啊，豹纹钩针很可爱吧？来，为什么要请你等一下？因为我们现在要收针了，好，要收头顶了。然后呢，这个棉花真烂，这种棉花真好，我再去找一下我的棉花，很酸。同学等我一下哈，我找好一点的棉花出来。我自己呢不喜欢这种棉花，你现在看到我桌上这一坨呢，它很便宜，它是纯亚克力的棉花，然后那个棉花呢非常的不好，因为呢它就不是棉花，它根本就是亚克力纤维啊。然后这种棉花老师个人不是很爱，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是在我教室上课的学生老师都有帮你们买那个我们工厂直营的棉花，对不对？又大包，是不是300公克又好用？好，这是教室上课学生的福利啊，因为很讨厌帮学生拿棉花，很麻烦。它不是重的问题，是它很大一包，然后呢那个又很便宜，不到100块一包，300公克不到100哦，有没有觉得很便宜啊？对，然后现在我打不开这个结，这没事，这个厂商把这个棉花结打这么紧干什么？我每次要拆这个都很想骂人，实在是，哎呀，再也打不开了。好，为什么现在就要用棉花呢？因为呢，现在还剩2段，我们就要做完了。你现在如果不弄棉花，你等一下会很难塞，好，会很难塞的漂亮，所以现在就要开始塞棉花了。没吃饭呢、啊，打不开呀、啊。好，不管了。哎呦，老师暴力破坏，再把这边塞一个洞。好，不行了，实在是太难抓了。我抓一叠出来给你们看，给你们比较一下棉花哈。这棉花还不错。来、啊，这个棉花看清楚，这是叫做2种不同的棉花，有没有发现不一样？哦，都是不一样的白色，是这个意思吗？不是。好，你们要来看它的纤维。好，看你们看能看，希望你们看得清楚。这个纤维看到没？看我的手指头，是这种棉絮的感觉，有没有？是这个棉絮的感觉，可以吗？有没有很清楚？对焦，对焦到底对到了没？我眼镜看不到。有没有看到它是这种棉絮的感觉？这是棉花。好，是这样子的感觉，这种棉花跟这个是亚克力纤维。好，这样对焦，我的手在这边，这样能不能对到？还是要拉远一点，有没有看到了吗？好，这是2种不同的东西，这个很像就是那种，哎，我都不好意思讲，好像那个椅垫，便宜路边摊椅垫那个抱枕里面的棉花。好，个人不爱，所以我都会把它不用，可是我还是要给学生看一下，就我们用的棉花比较好。好，先抓一坨，不要小气哦，一坨坨塞，要塞就一大坨去塞，你不要这边一口一口的抓碎碎的，一口一口去弄啊，不要，抓一大坨，抓一大坨。那在织这个过程中，有同学已经发现，就是说，哎，老师，你的那个针目好像比较大，好，感觉好像会看到里面的肉的感觉，这是个人喜好的问题哦。有人喜欢织的比较紧密，有人喜欢织的比较松，我个人不喜欢织太紧，因为当然第一个是手痛对呀、啊，织那么紧手很痛，哎，第二个是我喜欢作品软一点哦，我不喜欢那么硬。好，就是个人喜好的问题。好，抓一大坨就往里面塞，就开始先往里面塞，不要怀疑，它这么小也是要塞很多的。好，直接整坨塞下去，你不要一口一口塞，一口一口塞下去哦，那个 做出来的作品它会很像月球表面，就不漂亮了。好，所以你大坨一点，你看刚刚那么大一坨，现在就塞进去这里面了，有没有？好，你看是不是那么大一坨全部塞进来，有没有？好，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来收上面的头顶的针目，我的针目已经跑到里面去了，把它拉出来。好，这个时候我们再来收上面的最后2行。
最后两行要从18帧收成12帧。反向。好。技巧在这边哈。你们最好下线不要看。还是郑老师怎么这样，锁针做高度。来把线带进来。正常的一针。然后去做减针。这个时候最好是放在桌面上。减针一个。不要去勾到棉花，尽量不要勾到棉花。两个。好，再来。一针正常。再来。减针。好，再来一针正常。减针。秀。好，再来。放在桌上哦，你放在桌上用手指头去压着这个棉花，你就会很好勾。好，你就会比较好勾。然后不要那个塞到最后剩小小口的时候你才塞棉花，那个时候你很难去塞的匀称。好，你很难塞的匀称，所以要提早塞。然后呢，勾的时候呢，不要去勾到棉花。一针，然后配减针。再来一针，嘿咻，一减针，哎呦喂呀，嘿咻，好，勾完起来了哈，引拔，该引拔还是要引拔，跟谁引拔？跟这个引拔，嘿咻，引拔完以后，最后是什么？从12针变6针，所以全部要收针啊，所以锁针做高度。第一针，第二针，一起织，剪一次，再来，第一针，第二针，再剪一次，再来，一针，跟一针，再剪一次，再来。一针跟一针，一针再剪一次，再来，快做完了，主体做完手脚就快了哈，因为今天还要教缝合，我希望能够在，已经讲一个小时了，这样也能教一个小时，真了不起，在我手机没电以前，能，在我的摄影器材没有电以前，在我们这边教室大楼还没有关闭以前，我能把这个教完。我现在在教室哎，你们都在家躺着了，躺倒了，我都在那边，还在那边给你们上课，真是为谁辛苦为谁忙。引拔，哎咻，该引拔还是要引拔哈。好，该戳的还是要把它戳过去，因为头顶所以织的比较紧，没有关系，你看转一转就过去了，好，转一转就会过去，一定过得去，过不去是不可能的。我跟你讲，因为我在拍影片，所以我的手势跟我的那个平常习惯不一样，所以会很难去做一些施力的方法，施力点不对就会不好勾。好，引拔，哎咻，哎呦呀，好，转一转就出来了，拉一拉，拉拉哎，呵。然后找出你的剪刀，你的剪刀拿出来，你的剪刀在对哈，剪刀在家。还有什么缝针？啊，你的缝针，我的缝针呢？等一下，老师去找缝针，我的缝针呢？哎，缝针在这里面就有。老师去找缝针，好。不用留太长，就剪线就可以了。把缝针打开，哎呦，好，最后一针头顶直接把线抽起来，抽起来就好了。好，然后呢，我们去穿线。等一下我老是看不到，我拿高一点，等我一下。
挑半目，这样子抽完了嘛，把它直接抽起来，抽起来之后呢，你也不用打结，就直接去挑半目就可以了。这样可以吗？有看到吗？挑半目，有没有看到？挑半目，好，等我一下，突然发现我的电脑压我的东西。调完了没啊？我刚调几个，哦，还没完。这里还有一个，跟这里，好，把半目调起来。OK， 回来到自己的半目，所以你总共有几针？六针嘛。然后这样自己，然后你看抽紧，你看我们头是不是收得很漂亮，像一颗蛋。好，你的头顶就收完了。收完了以后呢，哈，你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打结长线的动作，挑任何一条横线，好，挑任何一条线，好，微微跟它打个结，原则上它就不会跑了啦。从正中心下去，我一定都会请你们从正中心带下去，然后从屁股出来。啊啊！好，我知道我很皮，从屁股出来怎么啊？好，安尼就好啊！你看，我们线头在这边就搞定了。这个就是白熊的主体，这是白熊嘛？哈，好，我们现在来织它的什么手？再把继续把线拉出来，我们来织手咯。手很简单，只有五针，只有五针，非常的简单，手指绕线两圈，抓好，勾进来，勾针进，带入，勾五个短针，一、二、三、四、五，好，来，英镑。老师教课每次教到作业就开始起笑，抽紧抽紧，好，来引拔，还是要引拔哦，虽然只有小小的四段，好，挑半目，没半目加刚刚的这条线放上来一起引拔，这样就可以了。锁针做高度，开始织短针，开手织短针，这个顺面长线，它只有五针哦，所以这第二排也是五针，一针、两针、三针、四针、五针。好，你只要有长一圈就够了，不用长太多，长一圈就够，剩下线把它塞进去就好。把这个往外翻一下，往外翻一下，把它凸出来。好，我们是正面朝外织哦，亲爱的同学们，你们不要给我反着织过来啦，正面朝外 ，OK，OK，、okay? okay? 啊，翻过来以后，跟立针还是一样，跟立针哦，还是一样跟立针，哎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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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哎呦呀，好，织那么紧干什么？走开这条线，可以走了。好，来织立针，先引拔。先引拔，把线带进来再说。一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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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摇一摇，转一转就出来了。然后摇一摇你的针目，把它调整整齐。有没有看到针目会越来越整齐？然后引拔，好，翻上去，这是两排喽。然后捏着外圈，锁针做高度，继续织一。你要是觉得这个线太长，你也可以把它剪掉，因为真的没有用到，它不会用到，因为我们已经长过一圈了，所以它真的不会用到。一、二、三、四，你知道这边你就会知道为什么人家要用毛线，因为毛线软，棉线硬，所以在织这个手的时候呢，会不太好捏，好，所以它会有点硬硬的。用毛线了哈，同学还是用毛线就可以了。不过他因为他没有，所以你用棉线是可以的。你说用娃娃线可不可以？不建议，不
不建议。为什么？因为娃娃线你真的辛苦，因为娃娃线那么烂，也没有啦，不能讲烂啦，那个 CP 值也是很高啦，就是好，我个人不爱好不好，不能讲人家烂，不可以这样，人家老板会生气。好，就是我个人没那么喜欢娃娃线，我觉得娃娃线做起来的东西就是稍微哎，好吧，我们用这个棉线做出来的放在百货公司可以 一支卖300块，你用娃娃线做出来的那质感，我现在只讲的只是纯粹就质感，不是针法，就质感而言，那个大概只能卖一支卖100块，真的就是质感的差异，你做出来的质感的感觉闪没有对错，就纯粹是质感的问题。四五好，一样去什么引拔，所以你一定要会认你引拔的点，因为每一针都要引，每一圈都要引拔。哦，引拔好了，好了以后有没有塞棉花？有，他有事儿吗？这么小，他也跟人家塞什么棉花？好吧，等一下我没有勾好，你看啊，线有点卡卡的，退出来。好，这一针没勾好，就再来一遍。我有点去拉到线，所以它有点勾不上来。好，去引拔还是要过两线。那个引拔的太快了吧？好，引拔好以后，老师不想用这一根针，我换一下，等我一下。镜头下老师看不到这个针脚，这个那个长线弄线很辛苦，看不到针脚，所以这个先收起来，先收起来，看不到针脚是很辛苦的。好，这个因为要去跟身体缝，稍微留长一点点，一样拉起来就可以了。好，拉起来，直接拉起来，引拔完直接拉起来就好。塞一点点棉花，好，塞一点点棉花，不要多，他有讲哦，一点点。这个棉花絮要怎么塞到那么小的里面呢？你这样拉起来是不是虚虚的啊？先教你塞棉花的技巧，把它拉开以后，跟它转一下就好了。然后呢，看一下啊，还太多哈，好，就稍微的一点点啊，他说不要太多哈，棉花把它放进去。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用什么？你可以用骨笔哈，把它塞进去。你也可以用什么？用你的两开别针，同学还记不记得你有两开别针，或者是什么你的麻花针，像这些东西小道具你都可以干嘛？把它塞进去。好，你可以利用这些小道具把它塞进去。啊，当然如果你都觉得不好塞，你拿钩针塞也是可以。好，就是把它塞进去就好。你看我要干嘛？我就把它的洞撑大。那不就比较好塞啊？要会善用你手边的小工具，没有骨笔也要有没有骨笔的方法。骨笔是什么啊？骨笔就是有一种，那个是早期人家是拿那个牙齿，那个动物的牙齿啊，动物的骨头不是牙齿，动物的骨头削成一个笔状的东西，然后塞棉花用啊。那英国的古典的都那个。缝纫工具，他们把那个叫骨笔，不过现在当然都没有，都亚克力的，要木头的也很多。好，你看我们这样微微塞一下，是不是手就干嘛蓬蓬的，很可爱吧？来，手缝哪儿呢？立马缝起来哈，立马就把它缝起来了。好，那老师一样，这个棉花呢？棉花很讨厌，对不对？所以我们做一点点什么事情，挑针目的半目可以吗？好，请你挑针目的半目，一二，只有五针嘛，对不对？三四五六，六是谁？因为跟人家引拔，所以还有一个，哦，那他也要穿过去，这样可以吗？好，然后呢，用针把棉花微微往下压，微微往下压。然后
抽筋。我决定要做一件很坏的事情，就是这个呢，你们不跟着看，老师等一下下线就会把影片关掉，然后呢，没有跟上直播的人就看不到了。Yes， 好，好，我们手要怎么缝呢？好，他要缝眼睛，还要缝手，手的位置跟眼睛的位置。好，那你这里是不是有那个引拔线啊？这一条是很清楚的引拔线，引拔线肯定在正后方嘛，哈，它肯定在正后方。那你的手，他的这一只手是这样放，很可爱，他的手是这样放，所以他要你两只手一起做啊，两只手左右各一个。那我们现在是示范啊，不然两个会耽误太多时间。你就直接，我们这边是不是已经把它这样抽紧了？那它的线就已经不会乱跑了，所以直接往下走，直接往下走。去挑针，然后呢，去做卷缝的概念，有没有看到这样子？好，你不要去动到，可以不需要动到这一个啦，你动到上面的，它会有点翘起来，就是下方，就是下方跟这里，有没有？同样的位置，再一次。有无？安尼有看到无？有看的吼，同学下面写有哦，还是给我写无？好，来，你看是不是手就缝好了，这样就好了。先别拆线，别急着剪线，先就这样留着，不要动它。好，手好了以后，我们来做脚。好，来做脚，手做好就做好，来做脚。脚也很简单呐、啊，脚只有三行六针，手指绕线两圈，好，通通都同样的做法，手指绕线两圈，钩针入，把线带进来，锁针做高度，开始织六针，一、二，总共只有十八针，真的很少哈，三、四、五、六，好，你想要复习耶？我管你的，谁让你不跟着做？发现啊，那个影片哈，那个搞直播就是这样，对不对？我们就是要那个看你会看有多少人在线上跟着玩嘛，对不对？跟得上就一起玩咯，跟不上就对不对？我还在考虑，我还在犹豫要不要这样干，那个。我们来看看底下同学的反响。好，看我们是把影片关起来不让大家看呢，好，那些没有准时来收看的人看不到呢，好，那既然有准时看的同学就很乐了。好，还是呢我们就留在脸书上面，让大家一直可以反复不断的看，反复不断的看。你们没给人家按赞啊，你们没有让我的脸书粉丝人数变多啊，到现在都没有破万，对不对？人家那个卖东西的粉丝专业随便一个都是上万人，我们这种教学教的半死的东西呢，那个连个万都没有，连个上万都没有，我们还只有很可怜的几千人而已，很可怜。你们也不多帮人家老师多揪一些人来按赞，对粉丝专业说赞，不是现在这个影片按赞啊，这个影片按赞，你按一万个赞，我要的不是这个，老师想要的是粉丝专业按赞、啊、我应该要学那些直播的 YouTuber 讲什么，要记得开启小铃铛，按赞追踪与分享哦，是不是这样讲啊？按赞追踪加分享，好，对对，好歹让我看到按赞追踪加分享哦，对嘛，这个影片的分享人数你好歹多一点嘛，对不对？又没有很多，表示老师教的不好咯，所以你们都不想分享给别人看咯，是这样吗？所以呢，对不对？免费教学起码希望换得学生的一个什么帮忙分享嘛，对不对？是，我是要叫你们织六针，因为怕你太无聊，所以赶快多讲一些话。六，好，第六针好了以后继续什么引拔，引拔，该引拔还是要引拔哈，这些动作都不要少。好，引拔，先带进来，拉一拉，调整一下针目，好，引拔，
搞定，搅好了。然后呢，把线直接抽起来，嘿，咻，抽起来，搅。拍谁也要棉花啊，来给他一点点，真的不要多，一点点就好了。你看，就这样一点点而已，真的没有很多，就这样一点点。好，就一点点。然后呢，一样，你用这个，用你刚刚的钩针，好，用你刚刚的钩针的屁股，给它戳下去。啊，戳下去了。好，我们很会配音，对不对？好了，棉花塞下去啦。好，棉花塞下去。好，挥手，塞下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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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真的是心血心血来潮，临时决定要来那个直播，所以呢，我本来想要刚刚讲到鼓笔，我本来想说我也有鼓笔，可是不在这里，鼓笔在我家，因为那个是老师当年的一个在海外买的一个古董鼓笔，舍不得给你们看。那个我有你没有，那就太过分了，因为你们真的不会有，你们绝对不会有的。好，来，同样的，塞好棉花以后，记得好棉花不要这样子露出来，这样是不好的，不优的。记得一样挑半目。好，收棉花，不是收棉花，收针目，收半目，然后把那个上面棉花把它关起来。三、四、五、六，好，六针引拔完，你以为完了吗？六针收完，你以为完了吗？没有，还别忘了，我们一开始有跟人家干嘛引拔的时候有半目，有没有？自己半目也要算。所以总共有七个，轻轻抽紧，你看我们这个收的多么的美丽呀、啊，是不是？好了以后呢，这个角胶呢，他说了，他放在哪里呢？这个是手嘛，好，然后因为已经决定了，上面是头，下面是手，所以它是什么？上面是头，下面这里是手。那它的那个角胶呢，在哪里呢？它的角胶是在，因为我的手在这里，好，手在这里。手跟手会在这里，他的脚是在他的下方，下方他在哪里？正中心过去，正中心哈，一段两段的位置，好，本体中结束的位置有一段两段的位置，这个位置呢，然后呢，两只脚要距离一公分，两只脚要距离一公分，所以是不是差不多在这个位置？好，这个位置，然后等一下那一公分在那边，好。然后呢，也是一样，把它稍微做一个什么卷缝，所以就直接，请你把它一段两段在这里，好，二，它要什么缝？卷缝，因为老师在看图，看他有没有特别交代什么东西，就会发现他没交代。一样，人没交代，有缝起来就好啊。这里抓一线，这里抓，这是白色的嘛，很好抓，对不对？会不会跑掉？然后这里抓一针，这里抓一目，有没有？好啊，这样就固定好了。他就只有说这样固定啊，可我觉得这样好丑。我们再给它后面给它偷偷固定一下，哦，这个可以自己决定的啦，又不会跟人翻到脚底下去看。重点是什么？不要掉，你不要那个作品还没做好，结果你的作品已经就什么噼里啪啦，那个手脚都分尸了哈，发生惨案咯。你看，脚好了，手好了，脚好了，一半好了，来做耳朵，好，做耳朵。耳朵就更简单了，咪咪怎么做呢？锁针勾片状的，好，勾片状的锁针，这样子好了以后，勾三个锁针，一、二、三，勾三个锁针好了以后，这锁针勾好以后翻过来，织立三，不是织立三，织立针，然后织里三。织立针、条理三支短针，
支这个是中长针，转一圈下来，这里要支一个中长针，转一圈下来，两个中长针在同一针，第三针呢直接在里山上面支短针，支短针就好了。然后他要干嘛？没有了就剪线，就没有了，没有就是没有，就是没有了，就是直接就抽起来。好，抽起来以后呢，我们就要来藏线啦。藏线，好，来，这个是头，这个是尾，这样是不是很难看的，对不对？你就给它，就给它直直从这个针目给它戳下去，它是不是就下去了？啊，这个是它的头，不要动到，有没有？这样就好了。好，微微拉一下，拉紧，点点，好，来你看，这样是不是就是耳朵卷卷的，很可爱，很 gorgeous。 他说呢，在哪儿呢？在啊。头顶的过来两段，好，一段两段，两段的位置，两段的位置，然后是抓三段的距离，然后是一二三，所以就在这里，好，就在这里就抓位置，好，其他只是抓个位置，然后你看一下，哦，可以在这里是可以的，好，这样放上来，它在侧面嘛，好，那你看一下它的侧面，它的侧面会长这样，这是脚，这是头，好，这手还有另外一只在这，是脚是在这里。那如果你觉得说这位置你抓的不准，好，你就先放着，好，先放着，然后呢你可以拿出你的带针，好，或者是那个我的带针，我的带针也不在手上，等我一下，老师去拿带针。好，老师的带针也出来啦。带针是什么呢？这个就叫带针，好，把带针先放着，把这个呢先放一下，你就知道说你的耳朵要在这个位置，然后等一下看看比例对不对，好不好，够不够锥。好，那因为为了比例的问题呢，脚还好解决，重点是手，手还要再一只我才能往上去，到时候缝眼睛给你们看，所以不得已只好再做一次手，绕线两圈转过来，把钩针带进去，锁针做高度，然后织短针，一二三四五，好，哎，手，等一下，那个谁说什么？真的很坏，不能重看。哇哩嘞，你说你老师很坏？哎，哪个老师给你们这边搞那个免费教学啊？这么好的人，你居然说我很坏，死孩子！看我下个月怎么整你啊！不是，好，来看一下哦，半目。说我好，我大概还会再勉强一下；说我坏，哼。锁针做高度，还是短针？来，一。因为要五针哦，所以这个不好织是很正常的。二、三、三没有织好，再一次。三、四、五，嗯，五好了以后。看一下这谁写的留言，好大根的针，然后很大根啊，一二三四五，害我不知道织到哪里去。嗯，看一下，引拔，引拔，引拔，哎呦，好啊，我看不到嘛。那为了你们要选这个颜色，然后在镜头下其实我啥都看不到，白茫茫一片。然后我看一下我跟谁引拔，跟这个引拔，好好，哎咻，很紧，哎，过去了，
然后再来引拔，把它拉出来。哎咻，这样就可以了。然后呢，这样已经两段了，然后记得我们要干嘛，往外翻，要一开始就要记得把它往外翻，我们是朝外支，朝外支。好，然后呢，这你一定要学会了，这个是今年夏天最夯的东西哦，这是今年夏天最夯的东西，同学要学一下，你才能在小孩子中间完胜。好，一二三四五好，再翻过来，讨厌这根线，是去勾到谁了？黑手黑手走开。好，一样要把它翻过来哈。这是第三行咯，第四行就要结束咯哈，一二三，然后呢第四行，好，引拔，该引拔还是要引拔，不要以为我忘记，我没有忘记，我只是在镜头下我找不到我自己的真目而已。哎呀，引拔，引拔好以后锁针做高度，然后开始织五针，一最后五针了，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三，嘿咻，四，嘿咻，五，五，好，再引拔一次，哎呦呀！吓我一跳，戳进去了已经。哦，哎咻，摇一摇，调整好以后，引拔 ，OK， 搞定，剪线。好，直接把针目，引拔完就拉起来就好了。拉起来以后呢，我们就拿钩针戳一戳，把它弄这个洞弄大一点，把这个鱼线多余的线头往内塞。好，往内塞。Okay， 往内塞，往内塞，塞塞塞塞塞，塞好了以后呢，再来找一点点小棉花，再来找一点点的小棉花，继续啊，这个洞要把它稍微用这个钩针呢，就把它戳一戳，然后你的棉花就很好塞进去了。好，善用小工具，老师大人，老师大人怎样？老师大人大量，来不及啊！叫你家那个叉胖叉上来说话，还要想说干我什么事？干嘛 cue 我？好，在害我讲话，塞个什么鬼啊？好，把它塞下去。好，塞好以后，同样的，我们要来收半目。好，钩针，一样把那个线，把缝针，好弄准备好，然后呢，一边塞一边要用你的缝针干嘛？把它压下去，有没有看到？啊，这些都是手法，啊，这些都是手法，啊，这些都是手法。好，同学看看要会，不是看热闹，不要看我在那边。跟你们那边嘻哈哈乱讲话，看要麻烦看一下门道好不好？人家那个老师有手法的哈，我的手法都不藏私的，全部在一镜到底的在镜头底下做给你看的。好，所以请同学要认真啊，要乖哈。三，一针一针挑，不好挑就一针一针挑，是挑半目哈，内侧的半目。好，回来自己。好，抽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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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抽筋好了以后，这只手好了，好了之后呢，一样好，我要回来找我的位置。刚刚这一只在这边嘛，它两只手是碰在一起的，它两只手是碰在一起，那我就让它碰在一起，好，碰在一起，好，这只在这里，手顺的关系，所以我要这样放，
这样子，好，这样子把它放好，指甲压好，手压好，然后呢就直接固定就可以了，好，就直接固定，好，就直接固定了。OK， 安尼就好啊，哈。然后呢，如果你觉得你不想让它这样开开，你想让它两只手是合起来的感觉，不想让它开开，那你要干嘛？很简单，来，线尾跑到它的下方，这里调一针，有没有？这里调一针，然后呢，再回去。你看它不就固定了，就这么的简单，有没有很简单？好，同样的这边也是一样，如果你想固定这只手不要让它乱晃，好，手在前面比较可爱，不要让它乱晃，那你就是固定一针嘛，固定一针，这个是书上没教的嘛，那书上没教你就不会了吗？不会吧，把它从这里出来，有没有看到？好，让它跑到前面出来，然后干嘛？它对应的位置上方就是它的内侧，有没有？给它调一针，调一针，这样有看到吗？哎呀，调一针，哎，怎么回事啊？哦，哎，讨厌，我不想只调一线，因为调一线它会有那个拉力在，不好看，所以我会喜欢调一针，好，这样厚厚一针，好。然后呢，啊，你从这里出来，当然这里出来当然是隔壁镜啊，对不对？然后从尾巴这里出来嘛，啊，你看是不是？嘿咻，它就乖乖的收好了，对不对？这个也是拉一拉，它就收好了，有没有？这样就好了。好，打个结吧。怎么打结？很简单，同样的，在侧边挑一针，往上，有没有？然后这里留一个洞，有没有？跟它干嘛？打结。然后呢？就去长线，长线呢，老师习惯所有的线头都要从哪里出来？屁股出来。好，那这边也是一样，这里的手也是一样。好 ，H O， 哎呦喂，出来。好，同样的，打一个结呗，调一针，在它的侧边轻轻的、小小的调一针。好，调一针以后。跟它这样就打结了 ，OK， 打结好以后就从线头通通从屁股出来，哎呦，不要戳破别人家，哎咻，好好，线头从这里出来，好，你看这样子，我们是不是位置就都找好了？两只手在这里，然后等一下脚的位置也会出来。那我现在是不是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哎，我的那个耳朵要从哪里缝了，对不对？哈，因为我们刚刚就是耳朵的位置抓的不够漂亮嘛，现在就可以抓的很美了。好，来，我们来抓这个耳朵的位置吧。耳朵是 QQ 的嘛，对不对？哈，要向内卷。那他说了，他就是放着的时候呢。它在它的正上方的一段两段的位置，然后横跨三段，那就是在这里，好，它的耳朵就在这里，有点搞笑，不行，老师还是决定要先做我的咖啡色，我要先把眼睛缝上去。好，咖啡色的线，老师手上其实没有咖啡色的线，但是我有之前做东西剩下的剩下的线，我可以取其咖啡色那一段，你看有没有很够省的？剩线我都有留着哈。这个是我们做什么功课啊？同学看了一定很眼熟。我们用这个梅利诺的线做了什么？直度线啊。我们在救国团有教直度线。好，哎，欢迎同学九月份来救国团，跟我们大家一起玩啦！哈，老师在我们泰瑞莎编织教室，在全省救国团好多个地方都有开课。什么鬼啊，为什么拿不出来？我另外找咖啡色线还有没有好，手边都没有，好吧，那就是它了，因为它只用一点点，可是为什么我的咖啡色这么不这么短？好，我老师换一个线，等我一下换一个咖啡色线，它要一个咖啡色的线。
去找出咖啡色的线。行，这么大，这么大一条咖啡色的线。不听话，不跟我出来，我就给它收回去。好，哦，这条也够粗了吧？我们更细一点的，看一下。我们再细一号的咖啡色呀。哎呀，有耶！我这里还有咖啡色。这个呢，这是紫色。哦，这个美丽诺的线哎，真正有影是哦。嗯，这个太粗了，不要它。这个，哎，这个好，好用它，拉一点点出来。好。然后呢，我决定先缝眼睛，所以耳朵也不要理它了，拿走。好，先缝眼睛，把它折好。眼睛要在哪儿呢？眼睛跟鼻子，它的眼睛跟鼻子哈，眼睛是用缝的，鼻子是用贴的啊，我不想用贴的，我等一下也会一起缝。好，我等一下一起会缝。好，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眼睛在哪里啊？眼睛呢是头顶跟手的距离是十段，一二。十段，二六八十，对，没错，十段在这里。好，头顶跟手的距离是十段，然后呢，眼睛呢，它就是在他们写哪段？有在第八段、第七段，所以呢，一二三四五六七，七跟八，所以在这一带。然后呢，我就要去缝眼睛啦。眼睛它要做二回卷，我们看一下，那么特别交代眼睛要怎么缝。其实它都没有那么难呢、啊，只是我们还是会去看参考一下书上有没有特别交代，有没有什么东西是要你注意的。好，看一下哈，老师呢手上有书，所以要来翻一下看看他有没有在。哪一页有特别交代叫你们去哪里看眼睛？眼睛有没有说去哪里做？没有，我的眼睛，我看一下哈。整本书有没有哪里特别教眼睛？张子同学有这本书，我的学生里面有很多人有这本书啊，所以老师现在在帮你们翻你的书。所以呢，我如果告诉你在哪一页的时候呢，你到时候只要去翻你的书，你就知道在哪一页去找你的那个眼睛的做法。好，看一下有没有结论是有，它真有耶，第47页有眼睛的做法。好，所以请同学记得你的书的第47页有眼睛的做法。好，眼睛怎么做呢？你的线它请你呢先打一个结，他请你先打一个结。好，我们照书做哈，照书教同学，他请你先打一个结。打好结以后呢，他叫你从后面进来，从斜后方的位置进来到你要的眼睛的位置。好，那我眼睛的位置我要在哪里？我再看一下，我的眼睛位置在七八段，然后两个眼睛间隔是两公分。好，在第七段跟第八段间隔是两段的位置。他从这里进来以后，好，如果太简单了，好，那我以为多难，什么鬼呀、啊？哎呦，这也太简单了啦，烦死人了！来，眼睛在这里，我真的不知道白熊长什么样子啊，我真的随便缝啊，因为我真的不晓得白熊它应该是什么感觉？一二三四五六七，七跟八中间。好，眼睛在这出来，然后让它在后面，这里有个结，有没有？稍微拉一下，有没有？它是不是进去了？啊，它就让它躲在里面。好，然后呢，它就说，你就这个，把这个线绕一二三，绕三回，有没有？然后绕三回以后，绕三回。真的吗？就这样吗？就请你绕三回，然后呢，绕三回是不是就有一个这样 QQ 的东西？然后他就请你从那个眼睛的位置下去，
然后就可以到另外一边做另外的眼睛，就这样而已耶，什么鬼啊，这也太简单了吧。就这样，眼睛很可爱耶。好，那这里出来了，所以是什么？再一次，放好，一、二、三，这样转三圈有没有？按住，捏紧，把它抽到底。哎呦，不行，等一下，老师这边没抽好，等我一下，我没有抽得很美。所以可不可以退回来？当然可以呀、啊。手作就是还没有完成之前都可以有反悔的机会。好，我们把它退回去就好了呀。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是不是？再重来一次。好，因为我这线要距离远一点，然后不要让它乱转，先让它真转一下。好，这就是刚刚没有转顺，所以我觉得卷起来不美。一、二。三，按住，噔，到底，你感觉已经到底了，然后呢，就从它这边下去，然后呢，就找后面找一个位置出来，等一下，眼睛，好。OK， 就这样，眼睛出来了，然后调整一下位置，让它变得无辜一点，把它塞下去一点，好，要有无辜的眼神，好，所以眼睛要有点往下的感觉。好，然后呢，再来做鼻子。鼻子呢，因为我不喜欢它是用剪的，而我不想剪，所以我会直接也是一样在这里把它拉出来。你看我这样来回去，他其实在里面已经做了什么事情，他已经做了那个固定的动作了，所以他不会乱跑，所以同学就你这样做他就很稳定。缝表情是最难的哦，老师再三跟你们说啊，缝表情是最难的，所以这会儿一定要保持愉悦的心情。好，你的小孩如果很可恶呢，就先不要扁他，等你做完了再扁他。你不用扁他，你做完了然后不给他，就是惩罚他了。哇哈哈哈哈哈哈，是不是啊？好，Yes， 搞定。好，这个翘起来是因为这是起头的那个起始的，我们把它压下去就好了，把它压下去。如果觉得压不下去，很简单，钩针进，钩针从后面进。去干嘛？去拉那条线，拉那个起始的线。好，我们不是有一个那个起始的线？我会不会弄太好了，塞得太紧了？好，把它压下去就好了。OK， 戳下去就行了。好，好啦，眼睛也好啦，耳朵，咪咪，我们的咪咪要出来啦，耳朵。亲爱的，我们要把耳朵缝上去了，很够具哦。耳朵缝上去，就大功告成一半了。耳朵在它的圆弧的这个眼睛，真的缝的真是难看，越看越难看。晚点我再来修理它，先告诉同学怎么做哈。晚点我再来修理它，先看清楚，这个是我的面，所以我的耳朵你不能躲到后面去啊，对不对？这样看都看不到它了，是不是？你也不能这么前面啊，这不老公公的眼没耳朵下垂。好，在这个位置翘翘的地方，然后它的距离是两段，所以一段两段在这里。好，它的耳朵是在这个位置，然后看清楚以后，好，下好你手就开始缝，下好你手。哎呀，老师今年暑假不能回加拿大。陪老太太玩打麻将，真是可惜呀、啊。好，同学有事没事尽量多回家陪陪家人哈。疫情这么严重的情况之下，同学没事多陪家人。好像我就不能回家陪我妈妈，你们都很幸福的，妈妈就在身边。好好珍惜跟妈妈相处的时间。
然后呢塞下去了，对不对？我的耳朵已经好了啊，我的耳朵其实这样已经缝好，因为缝三圈了。好，呵，耳朵有没有看到？安利的呵啊，可是这边不是那个线头很丑吗？所以我们要干嘛？你看我其实在做什么？我会去挑这个针木里面的内侧的针木，把它往内塞，然后呢，我会把这个线塞进去。哎，我给面子，啊，这样子。然后呢，我会把它找个地方把它拉出来就好了。安利你看，线头在这边，我待会剪掉。你看我的耳朵是不是就下去了？耳朵蛮可爱，小小的耳朵就这样子，这眼睛越看越难看。到底，哎呦喂，好，因为那个，就是那个起始的那个线头不美丽。我决定重来，就看他不顺眼，我就会不喜欢，不喜欢，那我们就重来。幸好我们这条线还没插。没有那个，不喜欢就重来，因为表情很重要，你会做了就很简单了。所以现在我们在做的事情只是把它，你看我只是在做什么，把它拉起来而已就好了。你看看是不是很简单？然后呢，这里有丑丑的那个黑色的毛啊，你就要么你就把它弄出来，要么就把它塞进去。好，把它塞进去，别让他看到。走开，走开，不要看到。好，再重来一遍。林老师就不信了，我是缝不出来，是不是？再来一遍。有志者事竟成，来，翻过来几盖。好，耳朵在这里也好找位置。好，耳朵在这里，你眼睛在这里跟这里。好，我要看一下我的那个娃娃的鼻子，鼻子应该在这里吧。第八段，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第八段是鼻子，所以鼻子在这里。好，鼻子我们就先做啦。哎呀，走开，不打结，不要你，走开，不要你，行了吧？轻轻拉，看到没？拉到刚刚好，再一边。再一遍就好了，按着它，不要让它飞跑了。好，慢慢的拉，好了，再一个，再一次，然后就是缝你的眼睛，两个就可以了。轻轻拉，看到没？很可爱吧？好了，来缝眼睛。我们就是按着它，然后呢卷三圈，一二三，按住，把线推过去。哎，感觉已经拉到底了，没得拉了。之后呢就把它微微的往下，看你想要它在什么位置啊，它就会在什么位置。我想要让它在这里，所以就是这二下去，那就是对称的位置。这里一二三，一二三，在这里对称的位置出来。哎呀，好可爱呀，眼睛出来了。好，换这儿绕三圈，让那个针转一下，不要乱跑。好，然后呢绕三圈，一二三，哎，三破了，来，再一二三，好了以后按住往前推，快做好了，亲爱的同学们，我们的东西快要做好了，有没有很开心？好，来，安利好啊，你的白熊眼睛已经搞定了，这样就好了。
先随便从后面出来一下下。我的目的只是要把它先塞好。好，你看是不是已经出来了？后面剪掉就好了。好，把酒马喝啊，耳朵也好了，脚也好了。然后呢，藏这根线。好，那这根线要怎么藏呢？其实我们现在全部做完，只剩下一个什么？只剩下一个耳朵，还剩一只，还一只脚。我们就全部做完了，这个白熊就做完了。这是为了示范呢、才会搞这么慢。谁没事给你们慢慢做这个？我又不是搅乱山雾迷，我纯粹只是想要做一个好玩的东西，跟同学玩。你看，哎呀，好可爱呀，受不了啦，忍不住想把另外一只脚也完成。好，反正只有四行，反正手机还有一点电。来，脚一二两圈，好，动作要快了。虽然手机还有电，但也电也不多了。好，来，再来，一、二、三、四、五、六，好，这里先拉紧，再来拉这一根，好了以后钩针进。先引拔，第一针要先引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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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拔。好，半目再加上起始的这条线，把它放上去，有没有？好，把它放上去就好啦。然后呢，把线带进来，然后呢，就织这六针。好，要织两排哦。我们总共只有两排就要做完了。好，所以请同学跟着我，请你跟我这样做六针。来，现在是一、二、三、四、五、五，哎呦我的妈，五、六，好。好了以后引拔，还是一样跟立针去引拔，一熊就可以跟立针引拔。哦，引拔完以后锁针做高度，继续引拔完以后引拔完以后这个要翻过去。好，要翻到正面，好，把它翻一下，一熊把针目翻出来。这个才是正面。好，正面背面要会看哦。好，我们都是正面朝外织哦，正面朝外织才是对的。好，我们刚刚锁针已经做高度了，所以现在直接开始织六针。好，最后六针哦，脚就做完了。好，一、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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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四、四、五五五五五五，六六六。讲到五五五，突然刚刚脑筋里面突然想到，以前有一个很有名的香烟牌子叫三五牌香烟，那个是我父亲当年最爱抽的香烟。好，哎呦喂，好。引拔，搞定，剪线，后拉起来，好，然后呢，把线头塞进去，把线头塞进去，屁股把它这个用针的屁股把它捏捏捏塞塞塞，好，然后呢，把线缝这个缝线，剩下的线。穿过缝针的屁股，好，再抓一点点，刚刚还有剩一点点，我找一点点就好了，不要多，一点点。它只是为了让那个脚不要太扁，好，所以你不需要太多的棉花，太多的棉花它会太，
你开心就好，好不好？太多会怕你们弄太硬嘛，我个人再讲一遍，我是个人不喜欢太硬的娃娃，那同学可以自己决定你喜欢的硬度，你喜欢硬的就毛起来塞棉花吧。好，来好了以后，其实刚才有同学来找我，老师你怎么还没有回家？因为我在躲塞车，因为今天台北在下雨，然后外面下班时间外面肯定人很多，然后呢我超级讨厌塞车的，所以我干脆留下来，然后就想到好久没跟同学玩直播了，然后就心血来潮想说那我们来玩直播吧。其实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我要做什么，然后后来想说好吧，那我决定要玩直播了，就突然想到哎，对啊，角落生物，想到我的指甲，就想到最近的电影，想说好吧，那就是他了。所以直播角落生物是这样来的。呵，来，同样的间隔多少，他这里有讲，他这里到这里间隔只有一段，所以在这里，他在这边他就在这里，对称位置放好，放好，放好就好了啊，放好就好了，只要你放好对称的位置。好，因为这个本来本身是有点歪歪的，先看好放哪二是对称的位置，这里吗？这里吗？嗯，就是它了。好，那就这里，就搞定了，就是它了。哎呦喂，等一下，这样按住，好，这样按住，然后呢，你就可以把它固定了。线怎么掉了呢？再一次，捏住，穿过来，好，就是挑它，挑一针。他只要缝三针哦，他只有告诉你卷针缝，卷缝三针，所以我已经一次了。这里挑一针，嘿咻，卷缝两次了。哎，身体再挑一针，好。你看好了，快要好了，三次，从这里出来，好，所有的线从屁股出来，好，搞定，好，这一条线也可以从屁股出来了，我连结我都懒得打了，好，好，所以从这边下去，找一个针目位置下去，从屁股的洞出来，好。好啦好啦，生再生最后一个耳朵，开心啊，三针，只有三针哦，来，一二三，然后锁针做高度，第一个里三支短针，第二个里三支两个中长针，一个中长针，两个中长针，好，最后一个短针的里三，请你织短针。最后一个锁针的里三，请你织短针。好，搞定，剪线。好，把线拉长一点，嘿咻，搞定，来缝起来，就做完了。这只白熊，我们就要跟你说下课啦。谢谢同学，看到现在已经两个小时过去啦，感谢你们陪我玩两个钟头。来，我们把耳朵缝上去，对称的位置，对称的位置先想好，哪儿就是它咯，哈，它的对称的位置就是这里咯，然后跨三行，哎呀，好烦啊，怎么那么可爱呀、啊？真是讨人厌的可爱。好，来一针。两针，第三针，哦，来啦，然后就第三针好了，就下去。可是我这里会出来一下，因为我想要把这个尾巴的针，这个尾巴的针哈，这里有一针尾巴的针。好了，是有讲教你们这样做了，没看到？这是刚刚的线头嘛，对不对？我们把线头穿过它，有没有？直接从这里拉下去，
是不是就藏线藏好了，他就不会乱跑了，剪掉就好了。然后呢，我们再来藏这个，做这个修饰，看看需不需要修饰。如果需要修饰，我们就利用刚刚还有一个小长线的线尾，再来看看我们什么地方要拉，去拉勒它一下、啊、发现没有，可是这个比较紧密，这个比较松，所以要干嘛，让它再紧密一点，也还好啦，其实也还好、嗯、真的好像比较小一点哈，没关系，来，那就是它，我就将它的最后一针再缝下去一点点。好，缝到比例大小差不多，好了，搞定，做完了。来，老师说了，所有的线都要从哪里出来？屁股，所以所有的线通通从屁股出来。好，拉不了那么长，就先到这里一半，然后顺着你的针的纹路，跟着针的纹路下去以后，再来这里，这样就可以啦。我们白熊搞定。白熊洗衣精是这个样子说的吗？好，等我一下哦，然后把它剪掉，搞定我们的白熊同学，等我一下啊。来，所以呢，我们的白熊呢做到这边呢就做完了，有没有很可爱呀？好，所以呢，好，它还有耳朵有一点点红红的，好，它的耳朵这里有一点点红红的，这个红红的呢，你可以去用，它是写说你可以用薄的布织布把它贴在这两处，或者你就回家拿出你的腮红，几百年没有用的腮红，拿出你的那个眉眼影笔，稍微点个两下。你手上有眼影笔吗？跟腮红？你没有，好，对，我也没有，好，那就不管它。好啦，我们白熊做完了，好，谢谢同学陪老师玩了将近两个钟头，希望这一堂课能让大家玩得很开心。然后那个按赞分享加小铃铛，我没有小铃铛，我没有小铃铛，请大家按赞分享。然后呢，我要来看看分享数，我要来看看这个我的粉丝专业人数今天晚上有没有飙升。好，如果有影片我们就留在这个粉丝专页里面，如果没有，那是没，那我们就影片就下架。好，所以威胁学生。好啦，拜拜，大家晚安。关掉直播，直播要从哪关？关掉了。